2019年初，于危难之时肩扛挽救 EA 口碑之大任，集万千目光于一身的未来科幻题材多人联机大作。没错，说的就是 Apex 英雄。大逃杀类游戏作为近几年的爆款游戏类型，从绝地求生的一枝独秀到堡垒之夜的后来追上一跃成龙，当中小开发商看到蓝洞与 Epic 的成功之后，接二连三的宣布参战之时，那些坐拥资本与成熟游戏开发工业流程的三游戏大厂也同样窥视着这块肥肉。但事实是，黑色行动4的 Blackout 没能撼动堡垒之夜的绝对地位，而战地5也因为诸多原因导致火风暴模式还未上线，游戏的热度就消散的差不多了。谁也没想到啊，半路杀出个 Apex 英雄，短短几日 Twitch 上的观看人数已经甩了堡垒之夜不知道几条街，一举打破了基本定型的一超多强结构，大逃杀模式的游戏市场重回动荡状态。重生组在接连经历泰坦陨落、初代二代由于各种稀奇古怪没什么道理的原因不明暴毙的情况下，在游戏前期毫无宣发的情况下，采取免费游玩的运营策略，直接将游戏上线至各大平台。老实说，在第一次看到 Apex 英雄那个好似低帧动画般的上线宣传片时，我对这款游戏是不看好的，但谁又能想到这样一款由泰坦陨落魔改而成的游戏能在上线72小时内达成千万玩家成就。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体验后，我临时决定加更一期评测，来聊聊 Apex 英雄这款游戏在大逃杀游戏领域的过人之处。首先，各大评测机构、诸多媒体多次提出表扬的标记系统，在我的这部评测里还是得单独再拿出来夸奖一番。比较主观一点来说啊，这是我见过最出色的信息共享交互系统。说起来还蛮绕口的，但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是有必要配得上这样一个复杂的称呼的。标记系统在团队游戏中不少见，甚至说很常见，但我从未玩过哪一款游戏能将一个简单的标记延伸发散出如此丰富且无比符合逻辑的交互系统，因为其他游戏中的标记系统还都仅停留在信息共享这一层面。首先，在 Apex 英雄中，一切指令都是无比明确的，我想去哪儿，哪里有敌人，这儿有什么宝贝等等等等，一切战场信息得以最直观的方式共享给团队。而交互层面上呢，玩家可以对队友分享的信息进行交互，你想去那里， OK， 咱们一块儿走，哪里有敌人，好的，我们躲远点，你那边的宝贝都别抢，我现在正需要。得到好处后，甚至可以跟队友说声谢谢。如此高效率、高明确度的信息共享交互系统，很大程度上得以令野队也能很好的入戏，而对于开黑的玩家而言，这套系统也完全可以锦上添花，传达很多语言所无法明确表达的信息。 Apex 英雄的信息共享交互系统绝对值得所有同类型游戏学习。我就很难受，打拳打拳，有人有人有人，他跳下去了，他跳下去，我就跳下去一个。谁想枪了啊？我还没枪，我有枪了，有枪，我也枪了。哇，遭到一拳打下去了！我打了他一拳，给了他一拳。他把我一拳打下去了。你们下来吧，他给了我一脚，我下去了。大逃杀类型的游戏发展至今，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游戏，往往都有着自己的过人之处。堡垒之夜丰富的游戏元素与轻松诙谐的氛围，绝地求生的低门槛，黑色行动4的快节奏与优秀手感，战地5的火风暴虽然还未上线，但可以预见丰富的载具系统会成为卖点之一。而 Apex 英雄的过人之处呢，则藏得比较深了。表面上看，本作有着英雄玩法的优势，但我认为最精髓、最核心的优势所在，又或者说是特色所在，是在于资源取舍互换与战术逻辑两点。我们来展开聊一下。首先，资源取舍互换方面，很直观的一点，游戏中的玩家很难被彻底击杀，血量之上套了一层又一层的护甲，倒地之后还能立即倒地护盾，队友遭到击杀后，甚至可以带着队友死去后留下的信息卡去复活点复活队友。我来了，我跑跑追身，拿完就跑，看见了，看见了，拿完就跑，我去，我被打了，跑得更快，我被打了，跑得更快。太逗了，愣是一人没死，还行。我去！瑞格，靠你了。由于难以彻底击杀这个特性，加之诸多英雄的技能效果，游戏中的单场小规模战斗时间会被拉长的很长，玩家往往需要多次补给寻找机会，这也使得游戏的容错率比传统的大逃杀游戏要来得高不少。
这谁顶得住啊？相信不少玩家会在游戏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敌人一身高级护甲，机枪突突突一梭子都没能击倒，又或者是长时间交战导致一方将弹药彻底耗尽只能跑路。游戏地图中的资源分配也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较多的护甲、生命补给道具以及稍显匮乏的弹药数量。 Apex 英雄相较于传统大逃杀游戏更讲究整场游戏的资源积累，而非是一瞬间的精准一枪。谁枪？谁有枪？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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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了啊！跳了跳了跳了跳！我跳下了，谁救了我？啊啊啊！我要跳，我要跳，我要跳，我要跳！救命啊！我下来了，我哎，有人下来！有人打！哎呀，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哎呀！被杀了！哎呀，被他上去了啊！什么玩意儿？哎呀，我的天！第二个层面，战术逻辑。不少声音戏称本作为守望吃鸡，虽不无道理，但更深一层来看，本作的英雄技能设计与常规的英雄模式游戏所侧重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重生组将泰坦陨落系列中的那些技能更加注重战术逻辑的调整，并附加至大逃杀游戏模式中。细数本作的技能设计，不难发现本作中完全不存在高伤害杀伤性技能，所有技能所带来的皆为战术层面上的优势。哪怕是毒气、空袭、轰炸等具有伤害的技能，所带来的实际用途也更趋于路线封锁或区域战术压制。对于高护甲、高容错的角色来讲，指望这些技能的伤害来击杀敌人多少有些不靠谱。再看看其他的角色技能，战场信息获取、威胁、声音感知、区域扫描、脚印追踪、呼叫补给、全息影像、传送门、闪回烟雾弹、护盾装置、绳索发射等等等等，一切设计皆服务于战术二字。 Apex 英雄相较于传统大逃杀游戏更讲究僵持不下时的灵光一闪，而非是干脆直接的火力倾泻。旁边没有人啊！综上所述，玩家应该不难发现本作限制三人组队而非传统四人亦或者是独狼模式的原因。如果一支小队由四名玩家组成，单次交火的时间会拉扯得更长，资源取舍会变得更加乏味，过多的战术技能也会使得战场过于复杂。而如果是独狼模式呢，许多团队型英雄能力大打折扣，资源压制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而难以彻底击杀的游戏机制将会变得完全无用。重生组在本作中进行的绝大多数略有悖于传统大逃杀游戏的改变，都是极度合理的。除此之外，本作的综合素质之高也是其能快速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流畅的动作、优秀的枪械手感、一套稳健的网游开箱运营策略、一张风格多样且设计出色的大地图等等。那同时本作也有着诸多方面的小不足，比如角色设计不够立体形象、游戏模式极度单一、英雄数量略显不足。但毫无疑问， Apex 英雄的突然降临是2019年玩家们的第一个惊喜。玩啊，这最后人家一定是满员的。